你百岁，恭喜发财。来，谁要发财？是谁要发财？是太婆发财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要眼镜要拿下来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哎，还没有啊！要不就给弟弟喽，不要给弟弟喽，弟弟给你们弟弟给吃的就好了。这个要我弟弟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。你站起来，站站好了。妈妈。太婆。你叫太婆。太婆会不会说？太婆，太婆，太婆，再说一次，太婆，哎，六个，哎，几个？几个牛的？六。啊，好好好，给你打了，好不好？给你十个，十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。没有，再一次，没有，再准备一个，我准备一个，哎，对对，太快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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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弟弟快点，另外一边。跟太婆是什么？我再亲一下，我看看这样。太婆说：“我都把这个……哎呦，满满的。”那我数一数啊，只有700多块钱。下次再来是不是？喜不喜欢来？吉祥红包。喜不喜欢太婆？用讲的好不好？太婆在哪里？